还好这个不是直坑诶，吓死人哦！直坑我就死了诶。干嘛？这里一定有。反正没掠夺，用射的好了。就只是怕说那个前面的射一射，射到把我的骷髅头烧掉。我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，真的是曾经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。想说怎么一个火焰球喷出三个东西出来？下来。我拿幸运有没有效？没了，一定没效啦，不用想了，我开玩笑的，我没那么笨。然后有时候就是怪都会生在这上面，不知道在冲啥。到处都是鬼，掉点骷髅。哦，又生了两只，好耶！哎呦，哎、欸，看得出来，听得出来吧？
当。哇、wow! 哦 ！Amazing！ 靠背啊！这什么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好嗨哟、把他打下去。Hello。妈，你不要烧猪人哦，低能。啊，凋零都没了哦。怀念右上角的小地图了，可以看到凋零骷髅头身在哪里。哇哦！眼泪，哦，眼泪。嗨。我以前记得都是一组补品吃完，然后就回家了。头上又有了。
生蘑菇了。我帮你补路，过来。我自以为这个是凋零骷髅哎，太多了吧！那个、哦，啊，打不到头。果然还是要掠夺。打几只啦？统计生物49个。那什么？完成。抗火药水，抗火药水，抗火药水。哎、欸，不要射猪人，不要射猪人，不能射。生怪鸭子太累啦，所以在鱼竿那边也做个生怪鸭子，然后之后就没玩了。我那好像盖了8个小时吧。
那边生那个凋零骷髅还蛮长生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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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哎，还有下楼的哎，我这边看过了，然后不拿。哎，还有往楼下的哎，不啦。砍头，好也不会掉。好啦，我们砍到，再砍个几只。哎、欸，这只头比较大哦、喔，你看不会掉。想想看哦、喔，砍到几点？两点半。我那时候就是。盖好平台之后，我就是站离去尿尿，然后一挖开我的那个方块之后，外面有七只凋零骷髅在看着我。想死我还不想死啊，大哥！太多猪人了。吧，有毛病哦！哎，很会躲。不见。哇，旁边这边如果要压制真的很累耶，到补半砖耶，只是要打去另外一边打，另外一边还空了一点点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哼，这样好坏哦。哎、欸，我原本是多少？普通，继续。对，也可以这样用哎、欸，我怎么那么
之前都没想到。谢爹爹的100颗星星，对，讲错了。下班辛苦啦，等我啊，我2:30就要换位置了，就要离开地狱了。哦，找到了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！还是不到6楼再来打好了。还是有村民有卖烽火台啊。嗯，地狱的话我就开台来吧，私下打的话就觉得虽然很无聊啦，因为 有一次真的是打了3小时还没打到半颗，顶多就是盖工程，就是压制啊还是什么，开台慢慢补慢慢聊天。聊天聊什么天，他会只会嘴炮，我跟秀秀一样。只会那边嘴炮人。然后就是我哪有。啪。秀秀最常讲的口头禅。我哪有我哪有这样？哪里可爱？你永远的叫声是猫咪在睡觉的声音。然后你看，你看，我打骷髅头死掉。我是怕头颅不见而已。我是怕他把我的骷髅头炸掉，如果骷髅头炸掉，我就开创造拿出一颗头颅出来，气。一分了，27。小林安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那个谁会讲啊？那个谁，小鱼，
傻爆眼，傻眼，傻眼，傻爆眼这样子。我没有。然后九口是最常讲，哎，救命！然后讲完学完之后说傻眼，哎呦呀！我傻眼，就躲不掉了。分钟，再给我两分钟。东西，我都让猫咪在手上乱抓。欸，猫咪抓过的地方会很痒。欸，我蛮开心的，布布长那么大还没抓过我。没了，好啦，离开这里了吧？时间到了，三点半了，不两点半了，下次再来打。那这样我们快就有烽火台了，吧？啊，没有骷髅头，没有骷髅头，没有说你坏话啊，在学口头禅呢，傻爆眼。就是我哪有什么东西？好了。那我们就可以回主世界啦。声音会很大哦，注意音量哦。马上该楼上好了啦。哪里嘞？先存东西。
好了，我们可以再来引村民了。看一下下一个位置哦，下一个位置拿方块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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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半转，转暗的。矿车。等一下，啊，我还没补，要修哦。哇，人生第一次打夜妹。八，等一下，还没，还没。